大家好，说起路虎揽胜，我想这一定是众位网友所非常喜爱的一款豪华 SUV 车型，说它是这个系列当中皇冠上的明珠，也有不少的人会鼎力支持。如今我所非常期待的它终于来到了我们编辑部的怀抱当中，并且它并非是一台普通版本的新揽胜，而是经过了加长之后的版本。在经过了约200毫米的轴距增加之后呢，它的竞争对手已经不再局限于那些传统的豪华 SUV， 而是直接将野心指向了像是奔驰的 S 级、奥迪的 A8L 以及宝马的7系所组成的大型豪华车的阵营。所以身为 SUV 车型的它，在舒适性、奢华感和空间方面，真的能够挑战那些豪华轿车吗？其实以这种豪华车型而言，英国人向来是最注重对于传统的延续，那些劳斯莱斯、宾利和阿斯顿马丁们真的就无需多言了，无论他们进展到何种状态，始终会保留着最传统的品牌基因。至于揽胜呢，它如今已经是第四代的车型，但是在许多的比例和线条的设计上呢，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延时20到40分钟，补肾壮阳，延时助勃，增强夫妻性生活，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做回自信的自己。记住微信358163379，肯定找不到的。至于侧面呢，也有另外的几个重点。最显著的一点呢，就是它加长的大约200毫米的轴距呢，全部都使用在了后门的区域。所以如果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呢，车头的比例是变得更短，而车身的整体的视觉效果呢，有一种放大的感觉，看起来也显得更加的魁梧。而将前门的这个位置拉开呢，我们能看到这里有一个独特的名牌，表示这一代揽胜所采用的一项独门的技术，也就是全铝的车架。仅仅是这一项技术的采用呢，新揽胜的重量便相比上一代揽胜要降低了大约400公斤，所以如今的揽胜在科技感当中也独树一帜了。想象到揽胜加长版开起来挺无聊的，但没想到它居然这么无趣。首当其冲的呢，就是它非常慵懒的动力响应。在 D 档的状态下，它的巡航转速不过是1000转左右，而即便是在 S 档呢，它的巡航转速也只有1500转左右。哦，对了，忘了说，这台车使用的可是一台3.0升的双涡轮增压的柴油发动机。这台发动机呢，算是路虎新一代柴油发动机当中的名机了。最大的扭矩呢，达到惊人的600牛米，相比较5.0升机械增压的汽油版发动机呢，也仅仅是少了25牛米的最大扭矩而已。但是它实际给到你的动力响应却依旧是偏那种懒散和慵懒的感觉，
这当中呢，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这一台 8AT 的变速箱。在我试驾过的绝大部分车型当中呢，这台 8AT 变速箱的表现都像是一只野猫一样，显得很灵敏很迅捷，但是在揽胜加长版当中呢，它却好像是被调教的犹如是一只家猫一般，非常的温顺和谦逊，所以呢，它对于动力响应的那种慢半拍的表现呢，也就可以理解了。事实上呢，新揽胜的加长版无疑是一台完全偏向后座买家的一个设定，所以这样的设定呢，也让我感觉它真的是挺无聊的。新揽胜加长版的制动呢，也是与动力一样是一副慵懒的状态。它整个制动踏板的前半段呢，踩踏下去的感觉是比较的空旷，并没有很实在的制动力。但是当我们深踩下去之后呢，伴随着强有力的制动力而来的，却是车辆那种无法抑制的整个前倾点头的表现。所以这让我不得不说，新揽胜加长版开起来给我的第二个印象就是略显夸张的车身动态。至于它的车身姿态，用我们同事的话来说，那叫在海上驾驶一艘小帆船。因为无论是我们在加速、在制动，或者是在转弯以及遇到路面当中那些较大的坑洼和起伏的时候呢，新揽胜加长版的车身都会产生一定的晃动。这种晃动的幅度并不大，但它出现的频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很容易让乘客觉得并不是那么的舒适，或者至少你并不会喜欢它。这当中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的空气悬挂的行程十分长所导致的，这当然会在经过一些恶劣的路面的时候有着更加的车辆的舒适性以及稳定的效果。同时呢，在越野性能方面，这种长行程的悬挂也是有着非常好的保证。但是以更多时候公路行驶的表现来说呢，它的这种舒适却是带有一种打了折扣的感觉，所以对于它整个底盘的表现呢，我个人真的并不是非常的满意。此外呢，不得不说到越野性能，尽管我们这一次并没有能够对揽胜加长版的越野性能进行实际的测试，但是从官方所给出的参数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越野性能依旧是新揽胜最为注重的一项参数。尽管更多时候它就像是一个王者的工具那样，并不一定时时刻刻会用到它，但是这却是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例如说像是它900毫米的最大涉水深度，以及那个具有多段调节的空气悬挂，甚至是还带有低速四驱以及路虎标志性的全地形反馈系统等等。所以我只想对它的越野性能说一句话，当你真正面临考验的时候，只需要将它的这个全地形反馈系统切换到自动的模式，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新揽胜加长版的驾驶感受真的这么不值一提吗？我想并不是如此，只不过以我的年龄和阅历而言，它的很多风格所独具的魅力和特点我并不能够领悟，但是我却能够感受到它这种高高在上的指挥官一样的驾驶坐姿所带来的君临天下并且是气势磅礴的这种感受，以及甚至于在底盘方面，尤其是在经过一些细小的路面颠簸和碎震的时候呢，它的那种化解的功力甚至要比像是奥迪 A8L 这一类的大型豪华轿车还要更加出色的这种对于细节和舒适性近乎无止境的追求。我只能说揽胜加长版它真的有着自己独具的风格，或许如果你想要更加有意思的驾驶感受的话，揽胜运动版会是更好的选择，但是它的重点一定是为了后座的两位老板能够更开心的微笑而服务的。
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新揽胜加长版的前排，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指挥官式的驾驶座椅。简单来说，就是坐姿很高，而且它的侧窗看到了吗？非常的矮，大概比我胸口的高度呢还要矮一圈左右。所以即便是像现在这样，我是调到最低的坐姿呢，在这里的这种视野感也是很不错。头部的空间呢更夸张，我们来丈量一下，一圈、两圈，这么多，真的是挺夸张的。所以呢，它还有着很大的往上调节的这个幅度。对于这些身材可能比较矮小的驾驶者来说呢，新揽胜加长版的坐姿基本上能够满足他们任何形式的需要。此外呢，在内饰方面，我个人真的是极其喜爱这个米色的内饰搭配这种棕色的座椅，看起来很显质感，并且呢，像空调出风口的这些铝制的这种装饰，以及这种木质的饰板呢，也都是货真价实的材料。所以在这一方面的细节的用料呢，真的是毫不需要担心。只不过中央的这个8英寸的这个屏幕呢，看起来颗粒感显得比较重，并不是那么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此外呢，我还想补充一个小小的地方，那就是在驾驶环节的时候，或许已经有朋友留意到一个问题，我并没有提到这一台柴油发动机在静谧性方面的表现。不过呢，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感觉到了吗？它在启动的时候呢，有一种明显的颤震的感觉，而且噪音也并不是很低，尤其在行驶过程当中2000转以上的时候，那个噪音真的是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呢，相比较它的这种豪华质感而言，多多少少呢还是有一些破坏的感觉。不过瑕不掩瑜，新揽胜前排的这种感受依然是如此的出色。但是我更关心的是它作为加长版在后排的发挥究竟如何。相比标准版加长了约200毫米的轴距，让我对新揽胜加长版的后排空间非常的期待。所以呢，首先我们来丈量一下，这是我前排的标准坐姿，一圈、两圈、三圈、四圈、四圈四指，接近5圈的空间。我的天，真的是太夸张了。这样的空间表现，加上作为 SUV 车型这种宽阔的感觉，以及相比轿车更多的头部空间的，甚至于以及上方这个大尺寸的全景天窗，它给到我的这种开阔的感觉和空间感，其实甚至要比像是 A8L、宝马的七系以及奔驰的 S 级这些大型的豪华轿车还要更胜一筹。如果说他们的后排空间叫做行政级的话，那么我想新揽胜加长版毫无疑问是属于帝王的级别。只不过呢，它的这个帝王级的空间，如果能够选装一个顶级版本的行政级的双独立按摩座椅的话，那么它的表现真的就完美了。而在中间的这个区域呢，像是空调的独立调节、遮阳帘的控制开关，以及这里有一个很深的储物格，我们来看一看，有这么深的一个储物空间。而在它的前方呢，有一个小冰箱，其实呢能够放4只这种高度并不算很大的矿泉水，所以空间很大。但是我想如果能把冰箱移来这个位置的话，或许给后排乘客的照顾会更胜一筹。而在其他的细节方面呢，首先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拉手，所以呢后排乘客在越野的时候呢，终于不会再忍受那种颠沛流离的感觉了。总体而言，后排的各方面的发挥可以说都是极其的完美。只不过这张座椅呢，它的质感略微的偏硬，头枕也并不算得上非常的舒适，而且整个身体的侧面缺乏一定的支撑和包裹的感觉，并不像它看起来显得的这么完美。不过除此之外，它在后排的先天基础上可以说是无车可比。我们大概有多久时间没有介绍过车辆的后备箱了呢？好像已经很久了吧。不过它叫做新揽胜加长版，所以用我们同事的话来说，那就是不介绍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吧。首先呢，
它的尾门依旧是标志性的上下对开的尾门，而且都是电动的开关。但是当我把它打开之后呢，除了发现它里面整个909升的储物空间是十分的惊人之外呢，也有两个小问题。首先，这个开口的高度比较高，其次，这个上半部分的尾门的关闭按钮呢也比较高。或许对于身材高大的欧美人来说呢，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的一些女性来说呢，这样的高度其实真的是挺费劲的，你说对吧？所以呢，在这方面的确还是需要有适应的地方。而在里面的诸多设计呢，我个人非常欣赏的一点就是有一个电动的后排四六分离的功能。当我们长按两次的这个按钮之后呢，就能将整个后排做四六的分离，而这样一来，它的整个储物空间将会达到空前的2345升，也就是大约2.3立方米的储物容积，实在是很惊人。另外呢，我们将这个盖板打开之后，发现它里面居然是一条全尺寸的备胎。要知道，它原本的轮胎尺寸就已经很巨大，而在这个级别当中使用全尺寸备胎，也足以证明它对于实用性的重视是非常之高的。现在呢，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在开头的时候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新揽胜的加长版与那些大型的豪华轿车们相比，它真的有优势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在外形的魁梧程度以及尺寸方面，它的这种驾驭的感觉方面呢，它相比轿车的优势就是毋庸置疑的。此外呢，在后排的空间上以及那些奢华的配置方面，这种所谓帝王级的享受呢，也只能用一个爽字来做一个高度的概括形容了。此外，在自身的增值方面，这一代揽胜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例如说那个很舒适的空气悬挂、全铝的车身以及各种高科技的辅助设备等等，都让它的产品价值获得了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可以说市场前景方面它的表现当然是向好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它的驾驶感受与轿车相比落差的确比较明显。其次呢，路虎在国内为人所诟病的高额定价以及那些不断出现的小毛病，也是会困扰用户选择它的一些因素。所以对于这样一台车而言，个性依然是它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标签。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进行交流互动，我们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